行街景，今天是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，時間在個晏晝的2:17，我們在觀塘這個牛頭角道這邊行下的，我們會行下那些舊樓的下面，看看那些鋪頭現在的情況是怎樣。我們的位置在哪裡呢？出面這條呢比較康寧道了，正望著地鐵，那裡就是這個裕民坊，現在就拍到那裡紅線的位置了。再遠一點看到就是這個 ATM 看到。好了，我們沿著這個牛頭角度走走，慢慢你不報警都是看一些舊鋪下面那些情況是怎樣的。這裡有一間是吃粉麵的，其實這頭也很多都是飲食那些鋪頭來的。上環裕盛特賣場直銷批發，青倉清貨大平賣，品種13蚊一斤。這條就是這個通靈街，這些街道仍然有一些舊樓在這裡，在觀塘裡面。这单行的了，有间药房啦，好似有啲咁嘅特卖场啦。係啦，星期六啦，所以咧銀行就休息嘅下晝。再放個下你咧。太陽都相當之曬，因為都好多食肆啊！呢度賣蛋糕嘅啦，粉麵嘅啦。見到呢條啦，聯安街啦。
頭再睇下。呢條咧就喺個延安街啦。我哋再兜過啲人行下。見到啦，好多食肆都有開嘅。正面街個小巴站見到啦。嗱，呢個食蛇羹嘅啦。連續幾間都係食肆嚟見到。我哋間過埋對面睇埋對面嘅街貨係點樣啊？原來啲小巴係喺個荃，觀塘喺個荃灣嘅。嗱，你行埋對面咧。或者全部啲鋪頭咧，有好多都冇開啊！唔知係因為星期六嘅關係咧。好多食肆喺度，而家大約兩點半啦，下晝啦，可能過咗啲聖晏時間，又未到呢個晚飯時間咧，所以人流就唔係太多，我見到啦。舊式的涼茶鋪啦，係啦，見到呢度咧，喺個延安街個街市啊。
我哋可能會有另外一集嚟講下呢個街市入邊嘅情況啦。因為上一次嚟過一次咧，入邊係好靜嘅入邊。出翻嚟依個聯安街啦，我哋行到頂少少，然後過對面睇下個情況啦。見到啦，呢條行安街啦。係得嘅，嗱，我聽到。再啲觀塘舊街啦，好，我哋而家聯安街行翻落去啊！我哋過對面有街鋪嘅地方啦。呢一邊都係好多食肆嘅，嗱，仲有間酒吧咧。係，因為啲喺啲舊樓下邊咧，先有咁多呢啲咁嘅街鋪可以睇下嘅啫。即係垃圾食肆啊，見到。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大家對呢度有啲咩意見，或者大家有啲咩地方想我去，可以下面留個言俾我聽嘅喎。中意呢條片咧，可以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或者俾個 like 佢啊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